对于新出现的歌手来讲，如果可以到校园去演唱，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。可是，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各个大学里面系学会的同学们，通常他们都会决定他们想要邀哪一位新出现的歌手，到校园去演唱。那华人星光大道，也就是，哎呀，厉害啦，是我的节目。厉害的不是吴宗宪的口头禅吗？不是，其实我的口头禅也有一点接近啦。啊哈，厉害啦，我是桃子姐。没错，今天都是我们的选手，啊，来这边跟大家一较高下。哎呀，厉害啦，哎呀，啊。好呀，那个桃子姐主持的华人星光大道中间出现了新一批的受欢迎的歌手。没错，第二届华人星光大道要票选这个人气丸的部分。是，哎呀，请上活动官网就知道了，就可以投票了。好呀，华人星光大道新出现的歌手们在我的对面，欢迎各位，欢迎你们。今天一共有六位到我们这边来，然后他们要面对挑战是来自于星光大道参加过的学长学姐们。这些学长学姐们之前都来过《康熙来了》，可是很久没有见了，而且其中有些人外表差很多，差很多。哎呀，是往好的方向吧？当然，当然。怎么办？又忍不住的视线停在他身上很久。可是看谁？起码林育群跟之前长得差不多。林育群没变。哎呀，庄心杰也没什么变，变瘦了啦，对不对？心杰有变瘦吗？有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朋友，我觉得林心怡好像还算跟之前蛮像的。嗯，因为其实我们都还蛮常见到的。蛮常见到李佳伟应该也还算像，可是林建辉完全是新的人。讲真的，你是谁啊？就是说你这个外形，我不觉得有见过你。之前有戴眼镜，你之前是走书呆子路线，对不对？可是实体下就没有戴。他这一次出的新专辑嘛，然后你看他里面有附上他的那个拍的一些照片哈。是。哦，哎呦。是不是自动要走过来了嘛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有两。哎呀，厉害了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这样子，他这样叫林育群怎么办？好流氓！对，好流氓哦，这样子。我身材也维持得不错啊，跟之前一模一样。辛苦你，辛苦你。如果发型跟脸长这样，然后拥有那个东西的话，好像好像也还蛮恐怖的，无法想象。然后，梁文音小姐也出新专辑了哦，恭喜啊！恭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由主持人抽牌决定学长姐表演顺序，再由抽中的学长姐自行挑选 PK 对手，最后由现场的十位大学生来投票选出人气王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学长姐的牌子拿过来好了，好的，我们照这个来决定顺序。好，然后呢，抽中的第一个人他就要自己选对手。哇，这个很刺激咯。然后你觉得抽中对手之后呢，是应该让老的先唱还是让年轻的先唱？老的，我觉得应该厉害的压轴吧。所以就年轻的后唱的意思是不是？张馨姐，因为好像那一阵子我们有帮桃子主持了一下，所以对于她出状况都印象很深刻。哎，你现在唱歌比较稳定了吗？有了 ，OK 了 ，OK，OK OK OK, OK, OK。要不然，那如果这样，就让张馨姐先好。好，先抽嘛。那张馨姐你决定吧。我决定了。嗯，这六个你要跟哪一个对？哎呀，心普啊，心普。你要跟林心普对吗 ？OK。可是他很厉害耶。我知道他很厉害啊。我听说他被封为这一届的情歌王子。哎呦，没关系啦。你选那么厉害的，万一你输他，不是很尴尬吗？不会，不会输。不会，不会。你是说不会尴尬，还是说不会输？不会尴尬。哎呀，啊，张馨杰跟既然选中林心如的话，那他们两个要对的情况之下，馨杰要先唱喽。你是说厉害的压轴？我一直不知道明确的讲出来。新鲜货压轴啊，这样我们比较开心一点。好，啊，张馨杰上场了。徘徊过多少春秋，住过多少旅馆，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。感情是用来浏览，还是用来珍藏？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。熬过了多少患难，湿了多少眼眶，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。几张双人床，晃过几次夕阳，才让镜子义无反顾各交换。
哇，那个手势很厉害，而且很有大将之风啊，就是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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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好像要把他挤下舞台是一件不很稳蛮难的事情哎。可是他没有来康熙这阵在干嘛？好像是在山里游泳跟你喝酒。没有啦，还是有，有在就驻唱这样子。我们跟心仪嘉威都在同一家店唱，会点一些很麻烦的歌吗？都点嘉威的那个哦，对，其实他的那个煎熬一出来，真的是害我们在驻唱的时候就会觉得，让我们煎熬。你说你还没有现场唱，然后破音过吗？就是没有很明显，就是让大家觉得我听不下去的那一种。煎熬，你说唱到最容易破音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拿出手机来录吗？就是一说到李佳薇唱这首歌，马上手机全部相机就会起来了。那你觉得他们是要录到你破音吗？对，是，我觉得大家是要等着捕捉那一刻。他们可能只是想要录下来回去再听，不是吗？我有询问过，就是现场的同学，你问一下是不是很想听李佳薇破音？大家都说是，我也很想听哎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们每次点啊。我们所有的歌手都说等李佳薇来再唱，所以他们可能因为这样，所以就要拿手机拍。先是你唱应该不会破吧？我没有办法。然后要来一下，我觉得你来一下，来一下啦，你也是实力派的。竟然有你唱不上去的，有。所以刚刚那一段李佳薇刚刚那个 key 是他的吗？是他原 key。我们如果叫梁文音唱会很过分吧？梁文音可以，梁文音是音的音很高哎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。你对不起啊，收人家太过分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我唱过，但是我就真的破音了，在 KTV。你唱过。在 KTV 啦，所以如果被人家点到怎么办？就破啊，反正就整个 party 就嗨了。对啊，反正就都朋友。为什么不能这样 key 唱？当下也不会想那么多哎，去 KTV 就这样尽兴，然后就是唱一些开心。所以刚刚那个 key 就是你绝对不会破的 key 哦。就是要一直跟说不可以破，不可以破的那一种。然后 key 真的一定要站起来，真的。好有。这首吗？有哎，就是在 KTV， 大家都会说小胖不是 key 很高啊，挑战一下那一个煎熬。你的音乐真的行，好胖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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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厉害了哈，就破吧。笑声会有多好？
点要往生的感觉，太可怕了！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过。是女生的 key， 我感觉她都瘦了一圈了，这个已经死了。来，东凤古威挑战金鳌，当场数人不出阵。来，等我来吧，来吧，直接就来了。另外四个女生叫 OK 吗？你可以唱啊，不会破音的吗？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每一秒。扛起来啦！你对今天星光新的成员敢唱这首歌吗？哎呦！因为起码有五个女生啊，就是总有一两个敢唱的吧。我觉得赖松凤可以，可以吗？要挑战吗？我觉得她应该可以，厉害了。赖松凤来吧，来吧，直接就来了。好像还是原唱比较厉害耶，原唱感觉是好，因为他到那边就假音了，可是你好像还是用真嗓子。其实 CD 的是第一遍是气假音，第二遍是真音，所以评审团有人想试这首歌吗？谁要听？厉害的，不是，因为学生应该都在底下跟着唱才对吧？是不是？穿这样子应该是来唱歌的吧？今天是以专业的评审在看大家的，是吗？可是破了是好的吗？加油加油！真的要吗？加油啊加油！喜欢的吗 ，S 姐？也没有到喜欢的，但至少就是你开口是有音的。而且我现在生病了，谁管你们生病？怎么办？那个总不能让赖松凤一个人占尽风头吧？嗯，另外四个女生这样 OK 吗？要挑战的，你不要再出风头。啊，我可以唱啊。你可以唱啊？不会破音的吗？因为我之前我是学声乐的。现在我也觉得在台湾吃不到够辣的食物的人。对对对，就是我。你是有努力找了，然后台北就是没有够辣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嗯，努力找很多，我吃了很多家麻辣锅，然后每一次都是倒五碗以上的辣油，然后就觉得哦还好，就这样。你有吃过老虎面吗？老虎面有吃过，好像有吃老虎面哎，有吃有吃。我也好像觉得辣椒油这件事不够辣椒本身厉害。我们都是直接的辣椒，那种小的山辣椒那种。你有吃过宜兰的那个魔鬼椒吗？没有。吃过再来讲。好辣。那一次好像有伤到你。好辣。哎，那你有吃过大便吗？现在已经改掉了，改掉了。那以前的习惯了，改掉了，不要再讲了。对，改掉，改掉了。然后林心如好像是。被各位评审老师给予好评，是，
但是之前是比较可能跟新杰哥一样是比较没有那么稳定，但是后期改造之后就慢慢开始稳定了。你刚刚听完张新杰唱，你有觉得可以打败他吗？没，信心没那么足。你有要唱煎熬吗？没有，我有人唱完直接往生。好，那你有准备好今天的歌了吧？有，好，请上台。像泡沫，太轻或太重，都不在手中。我的爱就像天空，太放或太松，你都只是风。你来过，却爱上自由。初衷，我不问理由，我会好好过，等你再爱我，总有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，我会好好过，等你再爱我，想有或想做。在这里守候，谢谢。我们要看下一位学长姐是谁，来给 S 抽一个吧，谢谢。好，我洗完了哈，洗完了，来，请抽，是哪一位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林玉群啊，林玉群要来选，你想要选哪一个人？哈，还是所以还是我选吗？对，还是。你知道他们的实力吗？其实他们每一个我都蛮熟的耶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是认识林心福，我跟林心福大概四五年前就认识，我们是之前歌唱比赛的战友。听说你有骑摩托车载过他。对，就是曾经有，因为他是住高雄，然后就是我初赛是到高雄去比赛，然后总决赛在台北，然后他上来台北，就是我跟他一起骑着摩托车去比赛。那他这样不会一直要掉下去吗？对，就是然后感觉还蛮温暖的。你有抱住他是不是？你那时候不是这样说，你那时候说好像摩托车有点用力，有点喘是吧？对，有点喘的样子，就是当下有点想要把他踹下去。几乎都是在高速的状态当中，选一下。还好林心普被选中 ，OK。那我就选旁边赖松凤好了。好，玉群要先唱哦，请上台。谢谢。你的爱迟了醒来，你的心靠在身边，只要你在，我就有许多梦想；只要你在，我就有更多。家的感觉。
学长深情的演唱，吴学妹台语歌回击。啊，建辉要先唱了哈，请上台。Lord, I'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。谢谢分上台了，加油。他是那个被刮胡子，对，我的视线无法离开他的胡子哎。我觉得他的演出看起来就是很大型的那种，你说背影吗？没有，他的那个水准还是大型晚会。就是人家说我就是这个身材站在台上就是感觉特别压台，对，就很撑得住场面。他好像可以考虑穿。燕尾服，就是晚礼服吗？就是感觉就是像小林杏子那种。对啊对啊，就是手一张开，就整个孔雀就哗开屏，然后飞到天上去，这样飞来飞去啊。很适合跨年有一些秀什么的，会射灯光出来。对，然后舞龙啊，明年可以试试。汉堡从旁边飞出来。真的，你可以华丽啊，没问题的。好好，下次试试看。林玉群选的是爱松风号，好上台了。期待下一个 Mr. Right 出现在你眼前，丑小鸭的我要改头换面，变得更美自信，它是我字典里美丽的恩典，深刻体会心情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一切，问题解决，穿上我最耀眼的高跟鞋，让你看见，换上我最亮眼的一面，在你眼前，空气中迷惘的它的迷人的香味，这是绝对自信，让我实现所有一切全部都改变，就不再去想别人怎么看，我就是喜欢自己很勇敢，就请你和我跟着音乐一起来摇摆，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，真的很愉快，如果你现在真的头痛，别躲在家里自己寂寞，不如就和我一样一起大声啊，去想别人怎么看，就做你自己就会很偶然，放开你胸怀大声呐喊，请你什么都不必再管，我就是喜欢别人怎么看，我就是喜欢自己很勇敢，就请你和我跟着音乐一起来摇摆，谢谢，接下来就要再找一位学长姐了，好，麻烦给一次抽。好，来，我们抽一下哈，到底是哪一位学长姐呢？请抽。好的，梁文英。哦哦，梁文英，你要选谁？不然就再按照顺序好了。就选陈雪芬吗？雪芬好吗？好啊，来，那梁文英你要先唱哦。好。好好，幸福。
觉得好像大家都长大了的感觉。以前来康熙我都好紧张哦。好像以前你的经纪人有跟你说来康熙不要随便乱笑这一类的吗？嗯，可是很好笑的时候，我还是很不客气的笑得很大声。但是如果是在访问别人的时候，我都会紧张，然后一直不敢看你们，很怕会 Q 到我。陈雪芬上台喽，加油！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的面来红红，你的心我的心，你加做一回，是你要打算安怎？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规工在茫茫，你的心我的心，今嘛莫搁假。错过的爱，好大你就来，莫藏在心内，怨叹无人知，思念随风退，心情散不断，其实我拢知。别错过的爱，好大你就来，莫藏在心内，怨叹无人知，思念随风退，心情散不断，其实我拢知。演唱的时候才想起来，他是那个被刮胡子的吗？对，他在一准备要唱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嘴唇外面有一层阴影，是胡渣嘛？是吧？是胡渣，不是胡渣就没刮，我不敢再刮了。又开始流了吗？对，很越来越长哎，就到是下面也有了，然后就这边都有，他连这边都有，然后就一圈的。而且他这边的汗毛也其实也蛮多的，所以你如果留长就会跟林心如一样吗？暂时还没那么长。刚刚那歌是特别为了在台湾表演练的。不是，因为我在星光就有一直唱台语歌的。是老师建议你的吗？因为我之前在马来西亚我是福建人，所以在家里都是讲闽南语，对，所以就会台语，然后就开始唱了。过后老师就会觉得好像台语歌比较好。对，我的视线无法离开他的胡子哎。没关系，因为看起来还是没有很失礼啦，就是再看脸就可以。好，那学长姐当中呢，林建辉，你练肌肉是因为失恋的关系？嗯，是想要换回前女友吗？是有想，但是因为是远距离，所以也没想到是这么快而分手。你要选谁？就按着那个。所以是孙盛熙吗？对。好，就好，建辉要先唱了，好，请上台。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,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. Lord, I'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. Cause once you found that lover, you're home.郑兴慈沉着应对。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，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再没有什么好不好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与差。
选是孙盛希，盛希上台。你爸爸妈妈不会随便让你嫁，有才能够讲话，你君临天下，但为价格太浮夸，除非可以刷卡。你的要求让我发抖，蔡健雅吗？我大概可以理解张宇的说法啊，对，就是他们的声线都是比较特别的。有听到一点蔡健雅，也好像也可能是因为我常常听他的歌， okay. 蔡健雅的歌，所以你也喜欢蔡健雅吗？所以像他应该还不至于到很生气吧？对对，很喜欢。林心怡，你要选谁？就照顺序吧。选新词哈。新词。好，那心怡先上台。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，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，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，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。挑中的是郑兴慈，好，好，兴慈请上台。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晴天的地。
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。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是今天的。他的样子不太一样的歌声，对，我没有想到他是走这个路线。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以来，有很后悔，觉得很可怕吗？最近在星光有点撞墙期，然后小胖老师就说，就是眼神方面，就是会说你都唱情歌，然后眼睛都闭着，嗯，就会觉得说，就是太投入在自己世界里面。我们要偶尔睁开眼睛看一下观众，瞄一下，瞄一下，有。可是他刚刚有看同学们呢，因为我觉得可能跟歌曲有关系吧，因为刚刚那首如果还闭着眼睛的话，哇，这也很难呢。李佳伟，你只剩下一个对手，耶 ，OK， 好，那你就先表演喽，欢迎你。想问天，你在哪里？我想。
我们华人星光大道的这六位选手已经表演完毕了。那因为学长姐已经退役一阵子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刺激他们，他们不太习惯这种激烈的比赛气氛。可是这六位他们还在比赛当中，所以他们经得起各种打击，没有关系啊。那再过一段时间，他们就会选出真正的冠军来了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在华人星光大道二的人气王票选的部分可以做一个预演，所以在座各位同学，我们要请你们从这六个人当中选一个人气王出来。好，人气王。好，我们先让郑兴慈、古威跟孙盛希你们三个人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三个人当中我们只可以投一票。好，人气王要选孙盛希的举手。哦，哎呦呦呦，已经超过一半了吗？对的，五票。哎，一二三四五，六票，六票，已经是获胜了。哎，我怎么那么准啊？好，星慈跟古威请坐哈。所以这一组呢，暂时领先是孙盛希。好，另外一组的三位请站起来。另外一组是陈雪芬、赖松凤还有林心甫。这一组的人气王是可以投一票哈。想投给林心甫的请举手。票，两票，三票，商票。投给赖松凤的请举手。哎 ，OK， 好，雪芬跟心甫请坐。好，所以我们两组各出现了一位人气王，是赖松凤还有孙盛希。嗯，你们只可以投一票哦。这两位当中，要投给孙盛希的请举手。哦，赢了。孙盛希是人气王。哎。心 OK 了，好，恭喜孙盛希，我们暂时得到人气王哦，恭喜！好，辛苦各位选手，谢谢你们，大家都加油，谢谢你，加油，谢谢。